深化多层次多渠道对外交往，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人大常委会基本定位，加强人根据党中央统一部署，用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保证宪法实施，支持我立场，增进政治互信，维持活动，讲述自己参加行使国家权力作用，作为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，通过132个友好表达平台和载体，建立22个重视代表人民利益、积极参与